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 Uni， 很开心今天又见面呢。最近不是很流行那种 QQ 秀穿搭吗？特别是那种少女风可爱的袜子，哇，真的是让我蠢蠢欲动。因为每个女生呢都有一颗少女心和一个公主梦，所以我呢一定要专门出一期这样的视频来给大家测评一下。那这一双粉色交叉的袜子呢，它上身的效果是在大腿的位置，而且它是那种棉质的。而这双波点带蝴蝶结的呢，它是丝质的，只有脚尖和后跟这个位置才是棉的。因为这两双它的材质虽然不同，但它的风格是一样的，所以我就把它放在同一期视频里面来测评。那我们先看第一双的上身效果吧。好啦，第一套就是这个样子，那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二套它的上身效果吧。好啦，那这就是今天的两款可爱风格的袜子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。那家人们如果有自己特别喜欢的袜子，请在评论区里面@我哦。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咯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